一身白西装飙唱笨小孩，香港天王刘德华出道40年，3号晚间举办线上演唱会，唱进粉丝心坎里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作伴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。侵占歌喉，这首《冰雨》唱完，线上观看人数直接飙破2亿，还一度飙到2.4亿人，等于全球有3%的人同时在线观看，证明其难以撼动的天王地位。快歌慢歌诠释都相当好，这次演唱会请来主持人李好串场，但两人互动似乎有些尴尬。你现在就是天天想的是谁？我就现在都是想爸爸妈妈，就是想老婆，想女儿。突然就问你天天想谁，让天王一度语塞，赶紧打圆场。不少观众认为主持人可能遇到刘德华太紧张了，才会冒出尴尬的问题。这次刘德华线上演唱会甚至直接关掉抖内功能，也让不少粉丝大赞不愧是顶流巨星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